Hello. 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会去番禺啦，系咪番禺啊？系啊，广州番禺。咁而家我哋就喺呢度等紧依架叫做13X 嘅车啦，巴士。系啦，咁而家我哋有钱人就系要搭巴士去尖沙咀，然之后去到尖沙咀咧会点啊？我哋去到尖沙咀咧就应该如无意外，依家搭10:00，而家系。10:50 啊！系而家系9:08，我哋搭10:50嘅嗰架船去番禺啦。咁我谂船程应该大概一个钟头左右啦。咁而家架车都到依家都未嚟，我哋等咗10分钟噶啦。然之后咪关于近期嗰啲事情啦，架车都特别系啦，慢咗少少啦，咁样。好啦，咁阵间再同你哋录啦，去到尖沙咀嘅时候，拜拜。系啦，今日嘅天气都非常之睇下，都几晒下，今日应该都几热。哦，同埋附近嘅好靓咧，依个叫做九龙公园啊。系啊，九龙公园，因为今日都星期日，所以比较多嗰啲叫做印尼人，系啊，好多姐姐，好多姐姐嚟呢度做太极啊，太极啊。咁而家就我哋仲系徒步紧行，已经过去中港城嗰边。要行几耐？我想20分钟左右啦，都要嘅啦，而家20分钟左右，做太极。中间有个类似水池嘅物体。哇，污糟啊！都冇咩人清理。坐半個鐘，點知坐咗一個半鐘。係啊，一個半鐘嘅，咁就嚟到而家就。係啊，好靚。睇下個景都其實都幾靚，山似有水秀，鐘啊。係。
咁呢個係棉花糖，係啊，棉花棒、棉花糖。咁呢個係冰糖葫蘆啦。嗯，應該好耐都冇，大家都應該冇食過嘅啦。呢、這個甜，係啦，原裝就會係咁嘅，原裝就會係好大甜。拆散咗之後，係啊，而家啲小朋友食咗都差唔多七七八八就會變到咁細甜，即係佢糖整成嘅。係啊，頭先應該綠帝啊。係啊，頭先葫蘆製嗰啲糖咁樣樣，係啲糖之後滾滾滾就會係一個波，係啊，最後尾會變成一個波咁樣樣嘅。係啊，呢度咧。就會是市區了，就是星期一至星期五才會開的。嗯，那通常就是應該朝早時間大約時分，可能去到下午就應該沒有了，就會是整條，即是逐家逐户他們自己就會拿他們那些東西出來呢來賣的這樣，即其實就什麼都有的，類似是攤檔咯這樣的。是啦，那現在就下去看看。好啊，你睇下，我都唔知系太光定太暗，我睇唔到你块面。婷婷啊，你试下睇。哇，你睇直接都踩到呢一架啦。几劲啊！得。哦。哈哈，你踩唔踩得喐噶你？哇，你好劲啊你！有冇人想踩呢架？我呢度。嗰个咩嚟噶？好攰啊！变身，呢边系背光，所以睇唔清楚。哎呀，手表，啲真系什么宠物？炸弹宠物，马，唔好阻住啊！你只马，你好严衰啊你！运动包，运动包，好暗啊！其实系睇唔到个样，系点样啊？点样啊？哇，咁劲啊你！